个人就有点像开车这个，衣服也有点像我，那衣服上有个拉链，没有领子的，嗯，又左顾右盼的。这是云南省德宏州公安边防支队的一次执法行动，侦查员正在暗中观察一名男子。根据此前的一份情报，该男子可能与一起重大毒品案件有关联。刚刚他在盯着看什么啊？情报显示的就是在11月中旬的时候，说是他要去买一辆货车的时候，来运输这个毒品，我们就都进行布控排查，然后我们就发现了姓张的这个男子，他比较可疑，然后就纳入了我们侦查视线进行侦查。根据云南省德宏州公安边防部门获悉的情报，近期将有一批毒品运至德宏州的芒市。经过暗中摸排，这个男子进入了德宏州公安边防部门的视线。他姓张，是云南省芒市人，当地的一名客车司机。那么，这样一个有着正当职业、有着正常生活的人，真的会和毒品有关吗？接下来的调查又将揭开怎样黑暗的一幕？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监控录像里，他行踪诡秘。边境一线，郑宇协展开较量。长途跋涉，又将发现怎样的黑暗链条？客车司机的秘密，一线正在播出。2017年10月的一天，云南省德宏州公安边防部门获悉一份情报，就是说呢，有一批有毒贩呢，准备从边境走私一批毒品，然后经过咱们德宏呢，要运到内地去销售，可能是用货车和货物夹带的方式，运输到内地。我们只知道这个方面。你比如说具体的信息，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或者多大岁数？没有信息都有吗？没有，我们只能知道他大概什么时间段去。这个人是哪的清楚吗？不清楚。不清楚，只知道就大概有这么个人。对。他要从事这么一件事儿。对。根据相关情报，一批毒品可能以货车运输、货物夹带的方式被运至德宏州的芒市。尽管只是一条语言不详、信息模糊的情报，但德宏州公安边防部门对此高度重视。芒市这个地方，它地理比较特殊一点，它就跟境外就特别近，也没有什么天然的屏障，它毒品绝大多数都肯定都是从境外走私入境的。德宏州下辖的芒市地处云南省西部，与缅甸接壤，是中缅贸易的重要窗口，很多村寨与缅甸毗邻而立。德宏州公安边防部门决定从寻找可疑车辆入手展开调查。因为他毒品要从边境进来嘛，所以我们当时首先核查的重点就放在边境一线，那针对活动在那个片区域的所有的车辆，那进行逐一的排查，逐一的核对，把那些可疑的车辆啊逐一的排查出来。然而经过仔细核查，侦查员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以及可疑车辆，这也让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一个月之后，德宏边防部门再次获得一个信息，然后到11月份的时候，就说是那么这个人估计是要去买一辆新车的货车，去专门运输毒品。这一线索让所有的侦查人员眼前一亮，可疑目标似乎近在咫尺。随即，侦查员对芒市所有卖货车的门店逐一排查，寻找可疑目标。很快，侦查人员便了解到，11月中旬，一名男子曾购买了一辆小型货车，那种小卡车，还是全款付的。全款多少钱？15万吧，一辆车。买卡车的人叫张明，
侦查人员在对其个人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后，认为张明买卡车的动机很是可疑。他驾驶这个中巴车了嘛，就是忙事之间这个拉客人，因他收入也比较稳定，不是开那种大货车嘛，他是开客车的，然后他又去买了一辆货车，他没必要去买这个货车。据调查，张明全款购买了那辆车，但侦查人员调查后发现，虽然有稳定的职业，但张明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发现他还是有大额的欠账，而且在调查中还发现他之前跟他们同村的合伙人，就是在蒙嘎镇，他们一起投资，他们办了一个牛场，就饲养牛。后面因为是管理不善了嘛，这个牛场他跟他的合伙人都是血本无归。据我们后来了解，是他平时喜欢赌博，然后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固定的积蓄，然后家里面的条件呀、也特别不好。据调查，张明有着十多万元的外债，现在他却突然全款购买了一辆小型卡车。那么，身为一名客车司机，他为什么要购置一辆卡车？购车的钱又是哪里来的？他会不会就是情报中提及的目标人物呢？车上那个男的不在了，那边晒太阳哈，跑去那边副驾驶那边去了。由此，张明进入了德宏州公安边防部门的视线。在侦查人员的密切关注中，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张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期跟控的时候发现，他买这辆车他自己也不开，已经摆了一直在那买车的车店附近嘛，已经摆了一个多月了，他也没去开也没去拐，觉得特别可疑。全款购买了一辆车，却长时间停放在那里，张明买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十一月底的一天，侦查人员突然发现一直停在那里的卡车不见了。车就找不见了，也没有开回家，没开回家。我们到家里面找了，也在外围布控看了，都没有发现这辆车。怎么说这车落了户之后也不见了，也没见他开，就感觉是销声匿迹了一样。这是张明的家所在村寨，紧邻中缅边境。负责蹲守的侦查人员注意到，像往常一样，张明每天正常外出工作，也没有发现与其他可疑人员接触的迹象。但是侦查人员没有松懈，严密监控张明的一举一动，并四处搜寻那辆消失的卡车。大概过了有一个月，12月份了，12月25号的时候，正好单位的车坏了，要去修一下。我们的车放开到他买车的那个店附近去修，车型比较像，然后就下意识的就过去看了一眼，一拍照就发现，哎，就是他的那辆车。在芒市一家汽车 4S 店附近，侦查人员又发现了可疑车辆。当时我化妆侦查，我靠近了这辆车辆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嘛，因为在办那个轻型货车，这个重新换那个 CD 了嘛，就是货车里面换 CD， 然后就是在那个帮他们那个货车加帆布。根据侦查人员观察，可疑车辆正在 4S 店内加装内部装饰，这是不是意味着这辆车很快就会被启用了呢？可疑车辆的再度出现引起了德宏州公安边防部门的高度警觉，并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加大警力，严密监控可疑车辆的去向以及重点嫌疑人员张明的一举一动。果然，几天后，张明开着那辆车做了一件事，出没在边境线上，行迹可疑，跟踪追击，揭开谜底。客车司机的秘密，一线继续播出。2017年12月30日，侦查人员注意到张明开着新买的那辆卡车来到芒市一家饲料厂。当时我们发现他居然
从饲料厂里面购买了将近十吨，差不多50000块钱的饲料。根据此前的调查，张明经济状况紧张，且欠有外债，全款买车已经是很可疑的一件事了。现在，他又用现款购买了50000元的猪饲料。我这辆车也是才购买的，而且这辆车购买的话，我们在想，应该他是拿不出钱来购买饲料的。那么，身为客车司机的张明为什么要购买饲料？是为了赚取一些外快，还是另有目的呢？而负责蹲守的侦查员注意到，买了饲料之后，张明既没有立即把饲料送出去，也没有拉回自己家。其实啊，他家那附近也可以停，因为在农村嘛，特别宽的，可以停车的。然后回到家之后，他直接没把车放在停在他们家里，就停在隔壁一个村，离着好几公里远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山旁边，把他停进去，他就自己回家，人跟车不在一起的。根据种种迹象，专案组判断，张明这么做一定有着特殊的用意。那货车司机拉货的时候都是你走的时候才会上货的，上完货就立马就走了，没有货没有说上了就他又往自己家里面走。毒品取运的话方向不对啊，一般都是从芒市往州外走，或是从都是出州的方向，他那个是往州里面走掉，他肯定还没有接到毒品。侦查人员判断，张明把装满饲料的车停在距自己家较远的地方，一是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他可能还没有接到毒品。根据种种迹象，专案组认为，如果张明真的就是情报中提及的目标人物，那么他可能很快就会有所举动。果然，2017年12月31日一早，蹲守的侦查员就发现张明出门了。6-7点钟，就发现，我们当时是在他，就发现他车子，他就去开他的车子了。然后车子就一直往边界的方向走，边境线那方向走，就跟着反着方向了，就往边境那一侧缅甸那一个方向走。边境方向就是缅甸吗？对。啊，那个方向走。啊。那意味着什么？那我们当时判断是他很有可能就是要去接取毒品了。那时天色已经渐渐亮了起来，张明的那辆小型卡车行驶在山间的道路上。侦查人员驾车拉开一段距离，远远地跟在后面，啊，避免在这个边境一线，发生这个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然后通过就我们的侦查员与他相隔3公里，因为我们只是说远远地听得见那个车的声音，或者是我们拐山路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山头看见他在那边山头，因为跟得太近的话，他会感觉一直有车跟着他。所以说，拐了2个弯过后，到了另外一个拐弯处，我们跟上去就没见车了。意外的情况再次发生，张明的车不见了。面对茂密的山林、曲折蜿蜒的山间道路，侦查人员很是疑惑：张明和车为什么会突然消失？是不是发现自己被跟踪，放弃计划逃跑了，还是已经完成毒品交接逃离了现场？这样的局面让所有参与行动的侦查员都无比懊恼。是往前面走，一直走都没见车，我们就觉得应该这个车是从哪个小路岔到什么地方去了，应该不是在我们前面了，我们就折回来，我们又找，还是没找到，我们就在路边，就在我们那个跟丢掉的那一节路边等着。结果等着的时候，后面那辆车就是那辆货车又出现了，又反方向又从那个方向又回来了。1个小时之后，张明的车又出现了，只是与此前行驶的方向相反，这说明侦查人员的行动并没有被发现，并且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侦查人员判断这1个小时之内很可能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个山上这山路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因为以往我们的经验的话，就是在山上或者是在边境地区突然消失，或者是藏起来的话，肯定是比较有嫌疑，或者是做了一些很重要的，还拉着饲料，满一车饲料，他停在边境线上又开始又返回了，这他因为这个
举动就更加反常了。他拉了一车货，一车饲料，开到边境线上，然后停留了十多分钟，又开始原路返回。当时我们内心就肯定确认他肯定已经接到毒品了，就是他了。于是，负责跟踪的人员仍然不动声色，远远地跟在张明那辆车的后面，严密关注着张明的一举一动。与此同时，专案组开始部署抓捕行动。为了防止他车子进入到市区之后我们才开始抓捕的话，防止有安全隐患嘛，或者防止他开这个卡车万一他冲撞或者是有其他什么危险的动作，就抓捕就有很大的风险。然后整个专案组就决定在他从他们家进入芒市市区的一个特别窄的一个路段，大车特别多的一个路段设卡，对他进行抓捕。随即在张明驾车驶往芒市市区必经的道路上，一个临时查缉卡点紧急设立，有关人员迅速就位，指代目标出现。2017年12月31日中午13点左右，张明的卡车行驶至卡点，被稽查人员拦下。你叫什么名字？张明勇。张明勇，哪点人？沙子坡。沙子坡人。你车子上拿了什么东西？走，车子先到了这边检查。拿了饲料。还有其他东西没得？没有了。你的车子从哪里开过来？从哪里？从哪里？准备开到哪里去？农林拉蒙。车上除了拉饲料，还有其他东西没得？没有。啊？不要。我们依法根据那个车辆还有人身进行检查，听清楚了没有？我把车子开到这边，警察登记户开了嘛，都小卡。我们问他话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紧张的，就是问他到哪里去，他是到农林去，是去做什么？他就是跟朋友拉那个饲料，他就说，他就是说不清楚，说是跟哪个朋友，他说他也不清楚。随后，侦查人员对张明的卡车进行了仔细检查。我们就在执法办案区对他车里面的货物，就是他的饲料一袋袋的进行检查，然后直到是搬到就是最后货箱底部的最后三袋饲料里面，在检查的时候直接用手触摸的时候，就能摸到一个块状的一个物品在里面。车上呢？就在。搞什么东西跟你说的？这个时候你要讲实话了，是吧？是你自己要说，是吧？我三四千块，我晓得。据初步审讯，张明交代，这批可疑物品不是他的，他只是替人跑腿运输。是搬那个运输的毒票？洛汉。啥子？大声点那个。洛汉。洛汉是哪儿的哟？缅甸的。你说他的经济情况呢？好多岁了？大概30几左右。啥子粗？汗粗。个子有好高？1.7米左右。1.7米左右啊？电话有啊？你有他的电话吗？电话记不得了。据查证，在张明所驾驶的卡车的饲料里，德宏州公安边防部门共查获毒品海洛因32.1千克。相关证据显示，这是一起境内外人员勾结、涉嫌跨境贩卖运输毒品案件。
德宏州公安边防部门将这批毒品成功截获，也使得一条跨越国境的贩卖毒品链条浮出水面。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黑暗链条？它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没有被发现，它罪恶的触角又将延伸到哪里呢？特别的旅途险象环生，撒下捕获的大网，跨省追击，客车司机的秘密一线继续播出。张明归案后交代，事情始于2017年10月份，那时他去了一趟缅甸，在那里他见到了罗某，也就是那批毒品的主人。你和罗某是咋认识的？我们是亲戚关系。你们是亲戚关系搞？首先是我们聊天聊起来，说你可以事情做。我首先是我开着开车去。后边呢再说是有拉成的。点给我10万块钱。有拉成吗？是有货拉吗？有货拉。那点给我10万后面。那车子落在我户头上。张明说，那时他的生活一团糟，不仅离了婚，做生意赔了钱，还欠有外债，所以当罗某提出要他运输毒品的时候，他动心了。你帮罗运输毒品，他给你好多钱？他说10多万。10多万啊？具体没有说多少。具体没说多少啊？还有这还跟你说了啥子吗？没有。他说多这个多给，他就说回来不会亏你就说了。张明说，他知道运输毒品是犯法的，但他觉得自己以前从没沾染过毒品，也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不是缉毒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偶尔做一次应该不会被发现，更重要的是能迅速得到一笔钱，让他摆脱困境。于是抱着这样一种心理，张明决定冒一次险。按照罗某的指示，他先去买了一辆小型卡车。你开的这个货车是哪个了？货车是，首先是我没有钱，再垫钱给我买的。车钱算车钱15万，然后之后再给他10万，25万，相当于是。车是那对方提供的。提我的钱买的，然后再给他10万，再给他10万现金。我也问他的，为什么要去运输毒品呢？他，一说是，就是见财起意这种。买了卡车之后，张明一直没敢把车开回家，他先是把车停在4S 店附近，后又挪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避开了侦查人员的视线，直到12月下旬，罗某指示他购买饲料。买饲料总共是买了10吨，总共花费是56000元。包括买饲料的这个钱也是境外的人员向他提供的。买过饲料后，张明心里很是忐忑。当晚他把装满饲料的车停放在别的村子里，按照此前的约定，第二天一早他将装满饲料的车开到几十公里之外的中缅边境。然后就去缅甸的那个和中国那个边境上上，是吧？把王那个地方，把王崖口啊，是吧？然后把，是哪个把毒品送起来给你了？那个地方？老几个人？他们两个人。两个人噶？用啥子拉起来的？拖拉机。把毒品装了4辆都拉起出去啊？这种说的嘛是咋说的？是他装，他在缅甸装好了，我去了。就这样。罪恶的交易完成了，然后张明开着装有毒品的卡车又原路返回。他不知道，在他去往芒市的必经路段，德宏边防部门已经设好卡点，只等他的出现。那么，如果不是被边防部门截获，这批毒品又会流向哪里呢？罗打算喊你把这个毒品运到哪儿去？首先运到龙陵，又到宝山，又到攀枝花。他先是咋个说的嘛？喊你到龙陵那口，又到攀枝花。不，他前头、后头的是说喊你到攀枝花嘛？前头是他咋个跟你说的？前头说那是到龙陵打给他电话，
一到宝山一到给他电话。他知道一个大概的方向是毒品要运到四川，但是具体运到四川什么地方他也不太清楚。这个其实也是那个毒贩对他不太放心的一种表现。据张明交代，罗某没有告诉他把毒品交给谁，也没有说具体的交货地点，只是让他先到攀枝花再等电话。获悉这一信息，专案组立即决定派出侦查小组进一步追击。因为打到货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嘛，因为把整个链条给它斩断，尽可能的摧毁它这条运输的网络。为了稳住相关的涉案人员，专案组指示保持张明的电话畅通，另外安排侦查人员和张明一起赶赴攀枝花。然而还没等上路，张明的手机就显示有罗某的来电，并且是视频电话。为了不让罗某起疑，侦查人员立即安排张明接电话。然后就说嘛，什么时候准备什么时候走，然后他说哎马上就走了。路上还问他说情况还问他说哎路上好不好走，大概就问他说是有没有检查的什么，他说是好走的，说你要检查呢这不准正常的，说他马上就走了。然后境外的疑虑也就稍微降低了一点。先关掉个让张明被抓获的当晚，德宏州公安边防部门的行动小组押解着张明赶赴攀枝花，途中躲在境外的罗某不时打来电话探听虚实。基本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都会通过视频通话来检查我们这个人员他是否安全，稍微电话接慢一点那位对方就关机，稍微电话接慢视频接慢一点他又关机，跟我们整个案件的侦办制造了很多的麻烦。经过大半夜的奔波，第二天早上侦查人员以及张明一行才赶到了攀枝花，还没等他们安顿下来，罗某的电话就又打来了。今晚就给他打电话过来了，他也问他呢，说是哎这个要怎么接，怎么交接这个毒品。然后今晚告诉他要往西昌方向走，是不是不在攀枝花？不在攀枝花，不在，要觉得往西昌。要往开车继续往前走。往前走，往西昌方向，西昌方向走。为了打消罗某的疑虑，随即侦查人员又押解着张明赶往西昌。像此前一样，途中罗某仍不时打来视频电话。当天下午4点左右，侦查小组一行快要到达西昌时，罗某突然打电话要求张明立即下高速。对方就让他就是让那个路口就立马要让他从那个路口下车，但是他说他们有人在下面等着他了。但是我们考虑到因为我们前面派的车是已经往西昌赶了，已经快要到西昌了。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专案组做了充分的预案，并在西昌也做了相应的准备。此时狡猾的罗某却又要求改变路线。那按照他这个思路走的话，我们的案件没有办法打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个周旋，又有个周旋。我们安排我们抓获的嫌疑人，但是就和对方今晚毒贩还吵了一架。吵了一架。什么理由吵？就是害怕嘛。身上没钱了。因为出来的时候也没给多少钱，那你们既然像这样搞，说境外你们像这样弄的话，我走了，反正，你要如果是钱你不给我的话，我就这个东西我要，毒品我要，那境外的毒贩就有点担心了。经过一番争论，最后罗某同意张明将带有毒品的卡车开进西昌市区。我们在西昌选了一条街，人员相对比较少的一条街。就把那个车，货车呢就放在路边嘛，就由他安排人过来开货车。于是，装扮成路人的侦查员分散在那辆装有毒品的卡车的周围，只等可疑人员出现。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虽然不时有人从车边走过，却没有人停下来。境内的毒贩有着着急，境外的也有着急。包括我们也在着急，因为在不停地在进行周旋，不停地在进行较量，不停地在进行试探。
经过一再的试探周旋，2018年1月3日中午，两名男子来到了车前。你知道为啥子把你带到我们沿线公安局去的大队不？晓得。啥子事？就因为那个就不小嘛，然后帮他第一辆就是车上有毒品的一辆货车。货车个，你负责就去把那个车子看到后面有没有人跟踪，是不？嗯。据查证，木山是吸毒人员。2017年12月31日那天，正在四处闲逛的他，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嗯，他跟我说，就是给这个别个跑下腿，就给老板跑下腿办点事，然后就挣点钱。他说我有兴趣的。嗯，好多钱嘛？对。他说挣了2-3万。他就说车上有点东西，他说你就啥子不管，你就只管看到那个货车就行。虽然知道这是一辆涉嫌运毒的车，但木山更在意那3万元的报酬，于是他又找来吸毒人员小林，两人一起前去盯梢那辆车。这也就是说，木山和小林并不是前来交接这批毒品的人。据木山交代，给他打电话的人叫小马。抓获木山和小林的当天下午，在西昌的一家宾馆附近，小马及其同伙海乐落网。有个女的就给那个海乐打电话，然后她打电话给海乐诺说，说是她有一批货要从那边运到西昌来，喊海乐诺去。从哪边？从那边，我不晓得是具体消息，我不晓得啊。喊她去接这批货。嗯，有没得报酬？说是给5万，说是给5万，喊他去接这批货。嗯，然后呢？然后海乐也能就叫我去接这批货。小马承认，他和海乐就是前来接货的人，因为害怕被抓，就联系了木山，让他先去试探一下，并承诺给木山3万元。但他们也都是受人指使，真正的货主另有其人。真实名字我是确实不晓得。但是比较大啥子名字，人人都是喊他罗阿吉莫。阿吉莫个啊，罗阿吉莫。那你是咋认识罗某的呢？以前2010年的时候，我在成都吸毒那个时候，嗯，他在成都买了些小包包，小包包，嗯，我经常在他手头买那些小包吃，嗯，就认识了。这个案件呢，从最初的信息获取。到德宏把毒品给接下来，然后到西昌把接货的几个人全部抓了，算是整个运输当中的这个链条，是基本上全部被我们斩断。境外和境内的毒贩，可以说让我们对他们的掌握的程度更加加深了，为下一步的案件的侦办，积累了很多的东西。我们还在不停地侦办，我们就现在目前呢，就是一定要想办法把不仅是境内外的涉及到这个案件的毒贩都要给他抓不到。德宏州公安边防部门经过近3个月的追踪，一个跨越国境贩毒运毒的链条渐渐浮出了水面，5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显然，这并不是链条的末端，相关的调查也仍在进行中。在该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张明，有着正当的职业、稳定的收入，本可以过安稳的生活，却妄想通过运毒来一夜暴富。最终只能是让自己陷入泥潭。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